哎，这一群同学今天又要来宫廷剧，是不是啊？对，老师，我们很爱演。很爱演哦。宫廷剧到底什么地方这么吸引大家？为什么？怎么讲？不知道。啊，就是怎么样？就是每一集都有不同的一种哦，所以宫廷剧的特色就是让大家说不出来的好看就对了嘛。说不出来的有趣，说不出来的好看。那这一些同学哈，考完试了，他们又自编自导。今天考完试。好，今天考完试，自编自导一个新的剧情，是不是啊？主要的剧情是讲皇后，是不是？害人害人害己。啊，害人害己是不是？啊，还好不是屎尿未止。好了好了 ，OK， 我们看他们的演出。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角色一下，角色介绍一下。那这个是谁？哦，好，这个啊，那你太监啊，太监，你是太监就对了呀。哦，你是演太监，不是你是太监。他其实也是太监。啊，他其实也是太监。好了，这一位呢？来，这位也太监。太监啊，太监。哎呦，这个非常太监哦，连声音都变音的。那你呢？皇上。哎呦，是皇上。哎，啊，皇后 ，OK。奴婢跟坏人，所以奴婢就是坏人。啊，这是长老一点，奴婢，奴婢的长老管理奴婢的人就对了，对不对？不是管理奴婢，就是比较大的，比较大一点，然后比较大的奴婢待比较久，待比较久，所以比较老的奴婢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我是奴婢的黑，奴婢坏人啊，那也是坏人，你们两个是坏人啊 ，OK， 来再来，太医啊，这个看起来像太医吗？经过了一连串乱七八糟的角色介绍之后，我们赶快来开始看他们在演什么了啊 ！OK， 来，刚开始是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宫殿。这里是宫殿。对，长春宫。长春宫哦，还有宫殿的名字都有了呀。好，来开始。我们去上上课好吗？好。娘娘，那奴婢陪你一起去。那你要去吗？不用了，奴婢在这里顾您的宫殿就行了。奴婢讲话卡卡的，感觉好像有人指使他指使的。那你陪您去。好，走吧。好，走吧。好，开始逛逛了哈。大家抓的这只是谁？那是我的宠物。宠物高啊，高啊，不是头咖。我许光喜，宠物当家，那个宠物的啊。OK， 好，抱着狗啊，来，再来换他。好，这是太监跑出来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太监是什么？太监是连舌头都割掉了，是不是？就不会讲话了。什么事？我要去。你也要去啊？动那对你妈妈的手臂啊！我保护娘娘。你主要是要保护娘娘就对了。好，开始走了。好，开始走。那只狗很可怜呢，被拖在地上。啊。哇。狗没有叫人先叫呢。娘娘，前面听说前面有很漂亮的地方，奴婢带您去。那你知道路吗？知道。那你先帮我去拿件外套。是娘娘，奴婢这就去办。去拿外套就对了啊。太监，因为最近那个宫殿那边有很多小偷，你要不要？等一下，你叫他直接叫太监，会不会很奇怪？不是应该叫名字还是叫谁？对。有人直接叫太监的吗？三宝。啊，三宝。三宝是那个招牌三宝饭，那个三宝对不对？三宝，那个最近有许多小偷，你要不要去我的宫殿看看啊？不用。我干嘛？太监很累人呢，你怎么讲话都慢半拍？那拿我还比较重要。不用去了就对了，反正东西偷光了没关系，皇后娘娘还活着就好了，反正皇后娘娘有的是东西可以偷。他一直走到迷路来啊！现在拍他去迷路了。不要，他就一直走，一直走。前面有一朵很漂亮的花，奴婢去摘给你。好，那我在这等你。去摘花就对了。哎呀，糟糕！把皇后娘娘推倒了。喂他喝什么？难道是鸡精吗？皇后娘娘被喂食了什么东西？太监赶快跑回来了。你起码是在摔跤，一、二、三，数到十不起来，好输了。你起码是在给我掐呀，好吧？叫奴婢赶快过来了。因为我在找他。好 ，OK， 好。他不见。好，他不见了，来。娘娘，
穿太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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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衣，太衣，太衣，耶！先扶他回宫，赶快扶他回宫。啊！找到来人，自己摔倒了。啊！麻烦先把来人抬走，好不好？这个来人，你看没有用了。皇后娘娘是不是被下药了？是不是？啊！赶快，赶快！好，回宫了，回宫了。太医来了，太医来了，太医来了。太医啊，怪怪的呀。太医，我建议你一件事情，你在医皇后娘娘之前，先把自己医好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啊，请安。请安。再来。再来嘞，这个太医怪怪。哎，皇后娘娘，这太医是不是要偷出去斩了？是不是？这个太医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就很像。太医那里就怪怪怪的。某种药剂引发的作用。哦，某种药剂哈。需要休养几天，如果多了，娘娘。如果太多的话。如果严重的话。怎么需要奴婢再提起啊？奴婢搞不好也是太医的。如果太多了会怎么样？会挂掉。会挂掉就对了。真的吗？要了解了吧？真的吗？啊，真的吗？啊，来。快去帮我告诉皇上。赶快去告诉，赶快去告诉皇上，皇上来了。啊，皇上现在在写毛笔，而且那毛笔还是干的。其实皇上是在画水彩画，真的像不是？你在画水彩画呢啊？奴婢给皇上请安。好，来，何事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皇后娘娘刚才跟我们去散步的时候，突然昏倒了，奴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请你快点去看看。好，快点，走，赶快。赶快！皇上变成无头苍蝇乱跑了。贴给皇上，快起来。OK OK。谢皇上，这是我本要剂引发的作用。哎呀，你再重播啊！刚刚不是讲过了？告诉皇上。需要休养几天，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挂掉。哦，这好像在哪里听过哈。好，来来。皇后，你好好休养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没有。好，正歇。拜拜。哎，对，皇上，皇上，啊，你看了老半天，就叫他赶快睡觉就对了，就结束了。这哪门子的探望啊？好了，皇上继续回他的宫里了。皇后，已经时候不早了，你先休息吧。好，那你帮我拿着。怎么大家都叫他去睡啊？皇后娘娘，奴婢服侍您吧。好。好。所以这是皇后娘娘的床。是不是有一点太硬了一点啊？对，啊，哎，这个感觉像是皇后已经再见了，有没有？下去吧，快来滚！好，来这里。东西带了吗？带了。工资带了吗？带了。那我们开始吧。什么？玩乐高是不是？竟然皇后那么得宠。我们诅咒皇后吧。哦，您今晚是做这些什么？哦，打算用这个五谷啊？哦，我以为用这个是要发射橡皮筋枪，要打死皇后。啊，所以你们要做这个是要诅咒皇后，是不是？对。经费比较不足，只能用插木棍而已，是吧？对，这个是筷子。筷子。好，再来嘞。他在偷看。哦，这个有人在偷看。然后这是宫殿。哦，这只是什么？宫殿。这是宫殿。这是门。哦，这是门。哦，所以被发现的。啊。咕咕咕，还要学鸡叫，是不是？好，娘娘，快点去刷牙洗脸。奴婢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好，好，谢娘娘。这两个很面熟，好像刚刚在做什么坏事。你先去刷牙洗脸，我请人帮你去做早饭。好，帮他做早饭，不用水了。还可以点餐呢。先去吧。是。刷牙洗脸。啊。老师，那我再水喝掉，那我再水喝掉。哎呦，门自己打开啊，吓死人了！因为这个我们太有钱了。哎呀，真的自来水，自来水。是吗？那太监准备的，该不会是他的童子尿吧？这两个奴婢来做早饭的，你两个直接打击乐啊，乐队。哎不，这个感觉像马杀鸡，有没有？驸马娘娘，娘娘，昨晚我发现宫里有巫蛊了。真的吗？是谁？巫蛊。就是在你身边服侍的那两个奴婢，昨晚他趁你在睡觉的时候用巫蛊诅咒你。巫蛊啊！真的吗？快去禀告皇上。是，臣妾给皇上请安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这宫里闹巫蛊了。真的吗？是的，昨夜我看到原本服侍
么，就用巫蛊诅咒了娘娘，希望娘娘尽早死亡。是真的吗？一绝无半句虚言，请皇上一定要相信。好，起来吧。来来来，去巫蛊。好，好，走。哎，会不会没有找到巫蛊，找到巫蛊鸡呀？有没有找到巫蛊鸡？找到什么了？哎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啊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来人，传他们进来！传他们进来，赶快！小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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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皇上请安了。起来吧。来，皇上，皇上在干嘛？拿毛笔自残呢、啊？皇上，巫蛊是什么？奴婢们并不知道，证据都找出来了。证据都找出来了、哦、你们自己看，这些就是证据。你看，有没有看到？皇上，奴婢没有。看你们讲话这么结巴，那就代表一定有了。皇上恕罪。皇上恕罪，皇上你眨眼就灵柩呀。原谅他的罪就对了。既然你们两个已经承认了，来人赐毒酒。啊，赐毒酒，真的是赐毒酒，感觉三个醉汉进来。这个是毒酒吗？马上就死掉了。来人，出去！啊，我来了。为何不先出去再喝毒酒？皇后进来这件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了，那你赶快回去休息吧。谢皇上。哎呦。哎，咳血了，咳血啊！糟糕，他也死掉，来，太监，来，拖出去，一样全部。哎，糟糕，糟糕！让突然来客公主报升级版。哦，皇上！来人，快传太医！皇上，来，我问一下皇上，皇上，你平常是有在健身是不是？啊，所以平常都会去健身房健身，是不是？刚刚举起来这个大概几公斤啊？我才25。25，来，你几公斤？23，来打错，皇上拖出去斩了。你们敢斩我？太医，太医，你比这101大楼要足久的啊嘞。你要踩我？太医来，快，太医过来，太医怪怪的，我说。太医，求你斩了我。太医是不是也喝到毒酒了啊？Hello， 今天人要叫伊啦。快给皇后把脉。我知道他说什么。这是某种药剂发挥的作用，太多还会死掉，是不是这个？不是啊，来，再回来了。皇后娘娘恐怕我什么？你给我老实说。什么？一成的技术无法将娘娘的病治好。治不好了，怎么办？好吧，你先回去。那只好再换一个娘娘。走吧。3天后、啊、皇上自己充当口白，皇后就突然醒过来了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起来吧。哎呀，怎么自己好了？其实他还没有完好，他只有好一点点。好一点点而已啊。皇上，臣妾先告退。好，皇后娘娘就已经痊愈了。哎，又跌倒了。糟糕，跌倒了。6、7、8，来，好，我过来了。奴婢给皇上请安。起来吧，什么事那么急？谢皇上，皇上，皇后娘娘可能快不行了。她说，在她临终前想要跟你见一面。好，快点，白家堂主。赶快。皇上，你是无 GPS 呀？人都伫家里坐几天，你是安怎？皇后娘娘搁笑干咧，我反应该袂要死啊！又来，又把她抱起来了。你怎么了？皇上，我想跟你跳支舞。好。啊，这个叫什么舞啊？最后一支舞，华尔兹。好，来，华尔兹，开始。你们是在比踩脚吗？哎呀，原来是假装跳舞要踩皇上的脚啊！皇后，你怎么太医？又叫太医了。太医，你的功用又来了，来，我帮你把脉一下。这个应该是用了某一种药剂。皇后娘娘，什么？疯了，不是疯了呀！你太疯了！你确定吗？我觉得太医比较有问题。
上是崩溃了，是不是？全剧终了呀！啊，哎，经过了一阵乱七八糟的死来死去，最后结局就是坏人死掉了。对。那结果我们的皇后也到最后也疯了，是不是？不是疯了哦，是疯了啊，也挂掉了哈。那这个戏剧的重点到底是什么？就是害人害己，就是他们不要害我，那就他们自己。哦，害到自己，所以这一个戏剧就是告诉我们大家，不要做坏事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要不然你会害死，迟早会被发现，哎，迟早会被发现，哎，也会被怎么样？被罚的奥斗，啊，奥斗，怎么有奴婢摔到这边来了？哎，太医，太医，有人跌倒，太医，太医，应该是中了某一种药剂。绊到我的脚啦，绊到我的脚，经过我的后面还会被我绊到。好啦，以后如果他们又有想到什么戏剧，我们再来研究一下。我们再来拍一下。让你看，看什么？狗狗剖，哎，狗狗被解剖了。在血。啊，狗狗解剖里面到底藏了什么东西？这个，居然藏了麻将吧？藏了这什么？奶瓶一样，是不是？啊，防蚊液啊！啊，讲完了 ，OK 啊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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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收工，收工。